随便电梯弄的那样。真的有用哦。你搭搭看啦、啊。那这是咖啡厅哦。哎、欸，这是咖啡厅。是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你在这里？是有狗狗啊。为什么你在这里？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因为是客人的狗啊。对啊，他为什么在这里？重点是在这里，乱叫。